我都觉得啪啪啪啪啪的零啪零零啪的零啪零啪零零啪，20多个啤酒瓶子。你再看对面那些人，全吓跑了，全吓哭了。人家有同情心吗？你说要不是演，我能有这办法？那让我咋可？哎呀，你这不算什么。我跟你们讲啊，我是一个会计，我的工作就是算账。我白天算到晚上，晚上算到白天。我要给主任算，副主任算，总经理算，副总经理算，董事长算，董事长小蜜要不要算？小蜜，小秘书啊。你说我要是不抽烟，我能算得清楚吗？有一天晚上算账啊，烟抽没了，我就点错了一个小数点呐。那咋整啊？我的小面没有了。哎呀，我能克制吗？你俩这都不算啥，二位请坐。哎呀，我这个夫人去世的早啊，我一个人拉扯个孩子不容易啊，人家邻居都劝我说再找一个呗，我是怕对孩子不好，就说一个人过呀挺好，这白天还好挺，可是到了晚上挺不好啊，一阵一阵的突过来袭啊，只有这小小的香烟陪伴着我，聊以慰藉我寂寞的心情，这烟就是我的情人呐。你是我的情一般小毛驴儿吧。大爷，哎哎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。哎，不用介绍了，这是烟头，这是烟屁，我们仨我们仨一块儿搁这戒烟，对不？大爷，哎，跟谁说话呢？哎，他俩呀。啊？这不还跟你招手呢吗？这不？别闹，大爷，这屋里不就你一个人吗？谁跟你闹了？这俩大活人你看不着吗？嗯，大爷，嗯，这戒烟我们能管，你这精神有问题的话，那还是再见吧。这孩子不是他怎么愣看不着你俩是吧？他确实看不见我们，因为俺俩早都死了。死了？我上个礼拜死的。我半年前死的。这不可能啊，死了这咱仨怎么能说话呢？这不是被你的烟给勾引出来的吗？这不对啊，你俩看着也不像死人呢。哎，你就不觉得俺俩有啥不一样？没啥不一样，就是长得磕碜点儿。